欢喜做服务员，你对我坐下心愿。随我你我笑脸人，踏入雨点了尘缘，我把好坏皆因缘，慈悲关怀到高远。你我相逢即有缘，面带笑容结人缘，不是欢喜做服务员，你对我做人生。最近来说，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昨天不新疆人所提供的节目。那个天气啊，吼，有时啊好天，啊有时啊暗时啊个会落雨。昨呢个小看有地动啦，吼。啊，这就是讲天气吼。啊，即嘛会再讲全球性的闷热，热热个走无路安尼吼，34度、35度拢有啦吼。啊，所以讲。到一个国家发生什么代志，现在新闻报纸没什么稀罕，网络很快就流通了。所以我们知道世局乱纷纷，今天这个天气有可能有人热就热得冻不掉了，有的国家呢甚至于要爱一个雨都没了。所以我们说台湾风来先到，要算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栖身的地方。我们除了感恩还是要感恩啊，你说是不是呢？感恩这块福尔摩沙的宝岛，感恩媳妇啊，那是一定要的啦吼。啊，咱感谢咱的好朋友对咱这波支持跟爱护啊，咱就对藏语六日真元颂啊，咱这是用国语播出的啦吼。啊，咱的道亲呢，正介意听，咱今麦就给您播上，好、啊，咱的朋友好好来分享啊呢。六日真元颂。众生嗡嘛呢叭嘛吽，嗡嘛呢叭嘛吽，嗡嘛呢叭嘛吽，嗡嘛呢叭嘛吽。佛为道，是法为正道，僧为善女，童为救助。嗡嘛呢叭嘛吽。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生是为可惜。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贪心无尽，欲望皆空，恶趣也因弃之从生。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来，咱的这段好听，咱讲听音乐啊好啦吼，还是讲听这个发音，听咱性格都是一种享受啦吼。咱听你讲，磁场能量是由你放空了心思，然后呢吼，把好的引进来啦。啊，你心情呢？刹那间呢，觉得很清爽。哎，听，不是一定讲啊，没想一定爱讲啦吼。其实吼，咱脑子瓜这个曲呢，啊，感觉的很轻松。那我们呢，听了也会有正能量进来啦吼。所以呢，听讲人呐，吼来世间，大家拢讲幸福，幸福跟生命幸运呢，无关于讲吼啊，这个人到底有偌幸福，你都无法度比的。所以说痛苦可以用比较的，幸福你都比较不来了。痛苦啊，痛苦用比较就是说他痛苦比较多，他的烦恼比较多，啊，所以说他遇到的逆境比较多，啊，我们比较比较少，你就会感觉说，哦，我们继续幸福的。所以说痛苦可以用比较的，啊，我们说幸福跟生命的形式这是无关的啦，幸福与生命的形式无关啦。在别人的眼里呢，健康就福了呢。对吧，一个坐轮椅的人看他走路的，你就感觉心神跟变过了。一个坐轮椅的人，哦啊，你就感觉说，哦，这个人呢，这幸福，那会能走路，哦，啊，再来买来对就有。啊，那一个到贫穷的人，到鼻胃管的人，这到鼻胃管的人呢，哦，啊，你看到一个大嘴大嘴在那个所在在吃东西这样刷刷叫吼，佮吃到感觉讲好吃，知影滋味。啊，你讲到鼻胃管的人，他会不会人讲地暖，啊是讲心神会啊？所以咱人健康偌重要，幸福佮生命，咱来选择啥？选择吼，咱的心态啦、心理啦、生理、心态都要健康。身体也要健康，所以说在受难的 眼中里面，一个受难者的眼中，啊，你当然会想到什么最幸福啊，平安就是福啦，平安就是福。在我们的梦，哦，里面我们都希望怎样，人说梦也要梦那个说不恐怖的，哦，梦一些，哦，较好的境让我们呢会感觉说，我们未来呢应该还有愿望。所以在万事，万事顺心者，如果说一个在一个受难者的眼里，平安是福啦，在万事顺心者的人的眼里，人生没有幸福。像他说，在万事顺心者的眼里，人生呢，所以幸福是一种人生的半生物啦，半生物。像他说万事顺心者的眼里，人生没有什么叫做幸福，没有什么叫做痛苦。因为因到好业啊，就真有钱呢，要吃要穿拢有。伊袂晓保守幸福呢，伊唔知影啥物叫做幸福。伊的万事拢顺心，伫伊的目睭内，伊的人生呢，伊都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叫做幸福，他也不会。像人家说珍惜啊，吼，感恩，伊也未去珍惜，未去感恩，所以这种人呢，吼，人拢顺的这种人，伊拢无感觉什么叫做幸福。是咱人有拄到问题的时阵，才知影讲，哦，这也做幸福，哦，这也做痛苦，啊，这也做悲哀。没有人在冰天雪地里受冻的人呢，啊，你都不会感受什么叫做寒。吼，哦，啊，那讲无伫个路边呢，吼，啊，伫个曝日啊，伫做工的人呢，啊。伊嘛唔知讲啥物叫做弱，弱吼，软
当然在温室里面的舒坦，不用出去外面吼、哦、受饥荒啦吼、哦、受寒吼、哦、去煎熬的人，当然啦，他不知温饱的含义啦，啊，没有残哦，没有残缺的人，他也不知道说完整的人，哦、到底有多幸福？那那四肢五害都是完成，好、哦，咱讲真，咱也要讲起来讲哦，咱免生做烟斗，生做水啦，都咱的头壳精明啦，咱的四肢吼、哦、啊，大家拢种，好、哦，咱看起来是正常的，你就觉得说，啊，咱安尼就足好个呀、哦、但是你不知道温饱的含义，你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不多要的时阵呐吼，啊，就唔知影讲要安怎大彻大悟的淡然呐、啊。所以咱定咧讲吼，福林人伫路边吼，伊伫咧煮饭，有时候他也会茅塞顿开的吼。所以有时讲吼，咱人呢，什么时阵撬会开，就你家己伫咧路的煮饭吼，啊，伫咧灶家咧煮饭，一千股当官的时阵吼，哎、欸，你也会悟到哦。买去五道呢，你也会茅塞顿开呢，你也会悟到说啊，你是多么的幸福，因为我有厝内底人有红胎，我有对大家官堂友好，我有翁有囝在畸胎，哦，畸胎翁去做头路，啊，畸胎囝去读书，回来我虽然我伫只住家安尼规身躯当官，不过呢，我住的是要给我身躯边所爱的人吃，我所关心的人吃，啊，所以讲你一个。查某人呢，伫咧煮饭吼，伫只炉灶边的时阵吼，伊有一天呢，伊咪感觉讲，哇，这就是天赐予的幸福，能够为他身边的六亲眷属来服务，袂讲煮甲艰苦济寡，煮甲一个面安尼吼，安尼无欢喜吼，他不会。所以富人家呢，吼伫咧炉灶边呢，伊若有一天呢，茅塞顿开的时候，他也会感觉到他很幸福，他很快乐呢。哦、所以人讲吼，享受幸福是天，是上天丢到人间考验，要考验咱的智慧的啦。就敢那，咱讲道理同款啦。享受幸福是上天丢到人间考验，吼、哦，智慧也是一个，人讲等一个道理给你啦。没有德的人呐、啊，吼、哦。怨天，好、哦、混天万地啦，但得到的人又不知道他的幸福滋味在哪里，不如以一个想着一切归零于一切，从零开始。所以讲，如以顺心的时阵呢，有个死抓着不放。所以咱拢希望永远呢，吼、哦、拥有。然后竞技场上，无论是你还是我啦，你咧跟人遭羞辱啦吼，啊是讲吼在跑。跑吼，那讲短跑五千啦，短跑还是讲长跑啦，都无都一名都干那一个，后边有真侪人甲咱陪伴咱在走啦吼。那么冲出线的人多一名，吼啊一名有一个，还是讲一名同齐有两个，吼这拢无要紧。他总是有他的努力，伊才有法度呢，走去甲上头前嘛，对不？从天生机人，咱定咧讲天生机人就是才啦。天生奇才必有用呢，哦，造物会予咱安怎出生？哦，咱就怎样讲？哦，要赋予使命了哈、哦。为了让我们的完成使命，必然呢、啊、会注入咱的牵连。啊，这种的牵连，那就是成功的能量。嘛，就咱咧讲讲，上天也赐予咱潜能，这种潜能也是成功的能量啦、啊，就是咱讲命令开启锁匙啦。人无免也会使，吼，无这个潜能免也会使，所以讲吼，我们还是要认真用功的去思维啦，去思维安尼。来听一段妈祖圣歌。
七月十四天一天，南无观世音菩萨，天上圣庙都加在一起呀哈。来，那个妈祖观吼，啊，那个妈祖拜观音啦，妈祖甲观音呢是一条姻缘的脉啦吼。所以咱讲妈祖跟观音是殊途的缘分，那咱呢？讲啊，咱拜妈祖的，甲拜咱的观世音菩萨是同条脉，同条脉源，倒也都是啊吼。我们就不要去啊，去追根究底。我听足济吼，咱的道亲的吼，修学一定要知影讲什么主，什么主，什么主吼，一定要来找啊，找甲有安尼吼。这吼有时阵呐，有和咱的足济迷失的地方呐吼。啊，咱若讲，咱若讲去找啊，倒一个要甲咱印证。哦，啊，讲用宝贝吗？哦，啊，宝贝来印证，你心肝底想的那是是，都是尊呐、啊，拢总是心性，他都有能量、有能力来带你呐、啊，伊拢总有咧能力。但是主，人讲吼，在咱这个心目中内底，咱定讲串，咱讲朝代串联内底啦吼。较早咱嘛做过神无，捌啦吼。精神，咱较早捌做过神啊，捌做过鬼嘛，捌做过妖嘛，捌做过魔嘛，捌做过怪呢吼。啊，所以讲神仙佛做过啊，你嘛拢捌啊。吼、哦，对以前咱拢做过啊。那今生今世来做人啊，你认定了神与圣了吼，神佛圣人都是好的吼、哦。但是妖魔鬼怪呢，都是无好的。不过妖魔鬼怪买当得多啊，他也无好，对不？啊，咱阿咧讲足济吼，拢是这个吼神圣的卡力，啊，这神圣的卡力，就包括吼，咱讲较早伊嘛做过妖魔鬼怪，但是妖魔鬼怪敢是绝对的唔好吗？啊，只有跟那个咱认定的神佛菩萨，吼、哦，咱的圣庙母娘道祖，这是这，因这当然啦、啊，人因这是宇宙未有开始修，人就有啊，在这个无极界，在咱讲清河天无极界内底。所以呢，母娘常讲：“母仪天下，你要尊荣万象呢。啊，你要母仪天下，吼、哦，咱讲尧帝啦，吼、哦，尧帝咱讲要母仪天下，爱中央万象，包容天地呢，才会当发挥母爱呢。啊，所以讲咱母娘呢下凡呐、啊，来找这灵啊囝。哦，啊，今嘛呢，和咱这吼。哦”雕呆啦吼，咱有做过，不管你做过神，做过妖，过做魔，做怪，做过什么拢总好。咱今日那是如果咱较早嘛做过魔，去让修复了后变成正，那么正咱即马来做护法，吼、哦，啊咱即马过来世间过来出世啊，哎、欸，咱嘛捌做过呢，妖魔了后，咱即马嘛来做正神的，诶，这个卡力也是神佛仙姑变的护法。啊，像过去世这条灵啊，啊，经过先天的洗礼，吼、哦，不管讲你有十恶不赦好啦，吼、哦，但是你总是呢，起码会当搁留这个善根，搁来这个世间来出世，都表示你头前面的善业并后业，吼、哦，已经呢拄个差不多啊，你的善根呢，同款也够这个灵界对嘞，所以也够有机会，也够有机会。吼、哦，啊来世间呢，啊在做人，刷落去，你的灵格真好，吼、哦，咱的智慧、智能也阁真好，也阁拥有你的先天。不管讲你的先天较早实现过是啥物，每一个朝代内底你所实现过是啥物，甲即马来到最后，即马咱即马这个空间啦吼、哦，当然你是绝对有好的一面啦，善根的一面，咱只要我都出世。好、哦，来到这个世间，蓬莱仙岛，来这个所在呢，也够有法度，咱的灵够开开啦。哦，也够有法度吼，和咱的吼，好好啊，和咱的先天来给咱带动。啊，所以讲吼，后天又带动转化，才会当咱来给咱改变呢。像那讲吼，咱后天是需要先天来带动，才有法度转化改变。所以咱讲世间无了十恶不赦的人呢，也所以。吼、哦，咱对安尼讲，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善人，因为歹的买当神去多，啊买当用咱的心性去教育，吼、哦、灵骨较歹，所以你来看咱的观世音菩萨，为什么那条爱哦化作这种相，吼、哦，伊只要讲要甲什么款的魔做伙，伊就化什么款的魔，哦要甲什么款的，或者所有人做伙，伊就去甲化，
为什么就要安尼画？因为人用教育，灵用教化嘛。啊，既然人用教育，灵用教化，吼、哦，所以讲吼、哦，咱呢，吼、哦，灵欠缺的是啥？咱即马时代潮流啦，吼、哦，咱即马时代潮流，吼、哦，灵修的人已经很多了，所以咱是自性三修来对。吼、哦，咱讲肉体也好啦，吼、哦，肉体嘛是呀，吼、哦，心。咱人的灵气，来这有一个气体，所以讲三合，就是咱讲三者合而为一嘛。所以咱自性三修来底，吼、哦，咱讲人灵之体，人有思想无？有啊，吼、哦，人灵之体就是有思想观啊。所以父母一赐予咱这个肉体，气体就是灵，吼、哦，灵体所予咱的，吼、哦、啊，既然灵体所予咱的这个气体。咱就是讲气嘛，咱所以讲受这个灵气，吼、哦、啊，让它呢吼，一旦安怎，吼一旦提升，所以咱讲咱呼气啦，天气之气、阴阳之气、两气，吼、哦，还佫有这个二氧化碳、废气，这所有的，吼、哦，气候甲阳光嘛同款呐，吼、哦，咱每一个人拢总有啦，所以咱人是安怎讲，咱要安怎去吼，月照可化解阴气，吼、哦、日照啦，咱讲日照啦吼。哦日照可化解阴气，就是讲咱人也是讲咱骨头定安尼酸软酸软啊吼，或者是讲吼啊，咱的身体拢不管是安尼，目睭拢乌亮啦吼，啊是气色足歹的啦吼。你要用啥？咱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就是晒日头，晒日头可以流汗补充水分呐。透早时啊，啊去树啊卡，好去吼去吸阳。咱人也是肉体内底五脏六腑的缺阳呢。五脏六腑那缺氧的时阵吼，啊，咱的身躯的啊，咱的皮肤颜色会不好，暗黄啦，过来就是会黑眼圈啦吼。有的人讲啊，黑眼圈呢一定阴气足重的卡着。有的人咱的厝内底你也看，有的咱的厝吼，开门开开就是无日照，完全没有日照，拢总是暗面蒙啊，要入去就要搁开点火才看有诶。完全日光日照都照不进来的，那很危险。风吹啦、厝场啦，跟咱人的对应身体啦、会酸痛啦，这跟咱人的磁场有关系无？有。所以咱尽量内底啊变较空的吼，就是讲不要堆的，不要堆在里面，尤其是乌漆抹黑的东西啦，哦，是讲吼，迄个发霉啦、会发臭的东西啦，全部要把它清干净，莫乱乱，吼。啊，咱咧困的被吼，我那定定甲摕出去外口晒一下日头咧。咱咧应用的物件，经过晒太阳啊，吼、哦、那个气场就会重新，吼、哦、无好的啊，咱经过晒过日头，枕头啦，晒一下日头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这个啊被啦、衫啦，咱咧甲晒一下日头，人咧则出去外口晒一下日头。所以风水处就讲人的对应身体酸痛。跟咱厝内底磁场有关系无？有啊，但是有关系，咱都有个人都甘愿呢。吼、哦，内底甲放完咧，冷冷暖暖，吼、哦、啊，内底面积比阳光日照都不够。那这样子的话，你当然会有阴气啊。啊，你阴气就湿气嘛，阴气带湿。哦，啊，咱那边讲起来讲，有阳光日照的地方，无形的伊嘛不爱伫遐啦。吼、哦，一直光因冻袂掉嘛。啊，所以你啊，定内底拢甲放个乌青暗灰吼，啊，日头拢晒袂着啊，这样是不是很好啦？吼、哦，不是很好。所以没想定咧，甲恁讲哦，宗教归宗教，要甲恁讲的就是一种啥？一种咧讲，咱人应该爱注意的一撮范围啦，吼、哦，一撮范围。所以人家讲自性三修应世道嘛，吼、哦，咱为何咱要听这个圣曲？为何咱要听？吼、哦，这个会互咱感受的有感觉的。所以两个宗教是一种心灵寄托，那是对的。但是转念的过程呢，也就是在修复人性哦。哦，宗教是心灵的寄托，这是大家拢知啦。但是你也要去转念，你伫转念的过程当中，嘛是在修复咱的人性呢，在修复我们不好的，就是也是在修复人性啊。所以咱讲听经闻法啦，吼，啊，就咱咧听人咧讲啦，吼，咧讲，吼你。因何咱的感动？听人说话的时阵，咱的灵因何感动？听到一个吼讲古的声，咱的灵先来触动。就迄间哦，师姐来了，我伫讲啊吼，带来吼，咱黄师兄甲咱的师姐来，伊讲
人诶，甲咱都无关系，人都是进香啊，吼、哦、啊！但是呢，都听到迄锣鼓声，啊，甲看到大叫，我那没办法，受不了，直直叫啦。咱都无爱叫，伊都干那要叫，这就是啥气动嘛，吼、哦！所以咱讲听经文化，为什么咱会感动？吼、哦，因何啦？吼、哦，咱听到某人的性格。吼、哦，咱听在讲道理，在讲说法，咱为什么会有引起共振？吼、哦，为什么会引起共振？这就是咱这个吼，吼自性三修内底吼，用这个世道嘛，啊，用这个世道了后，伊要创啥？伊要来整顿你的心源呐、啊，吼、哦，要来整顿咱的心源，要来开启咱的灵智呀。吼、哦，啊，既然咱要开启咱的灵智思维呢，所以吼、哦，咱无牛呢。不要一直在讲吼，一直在交代，讲空中报道换何应啦，交贤立书应科举啦，运转五方三才行，各有职事各有名，三才运转灵智归，天命归宗各有行，阴阳两气化群生，乾坤共修圆嘛，这是咱母娘子嘛，给咱的职事啊，给咱的职事，所以也跟咱讲吼。咱要来重演天道，整顿道盘嘛。啊，既然咱安尼，咱即马就是爱认真做，要重整人道，好动身。所以呢，伫咱的母娘啊，这个开口啦吼，咱就讲丁酉开口，龙凤修仪嘛，五庙下轿，金陵命陵。咱啊伫厝内底设一个小小的吼啊，咱讲啊，互大家当静坐的所在。啊，啊，你讲啊，我也无徛宫呢，啊，我嘛无。我无徛灵机，啊，我嘛无徛宫变哦。但是，我拢固定十外个啊，二十个啊吼，来伫阮的厝内底咧供修。嗯，啊，神我来讲呢，神佛菩萨就一个能量场嘛。吼、哦，大家咧供修的时阵都就有一个能量场。那么这个能量场呢，越来看无会啊。哎，就是一个集合很好的共振道场。虽然他伊无徛宫变，但是呢，伊伫这个能量场内底，这个感受上天感受会到无？会啊！因咧分游的时阵呢，都有要有磁场，过来就宫对宫的身份会到三公无？会啊！互相关照，拢是替母娘带灵啊囝嘛。既然拢是替母娘带灵啊囝，那当然你无你家己分工，这是什么宫啊？这是什么堂啊？这有宫啊有堂，还是无宫无堂？他没有这样想。就是只要讲吼、哦，有这个共振的能量，伊用这个隧道，伊要来整顿这个隧道，伊都是爱落来斗三工啊。吼、哦，伊都爱落来斗三工嘛。啊，所以讲咱要提升吼、哦，咱一寡随缘素质，讲伦理的规范呐，吼、哦，啊，就讲咱的组织要提升呐、啊。宗教唔只是干心灵解脱呢，真正唔是干那心灵的解脱，不是只有心灵寄托了哈。啊，咱希望讲吼，咱的这个文化啦，吼，也是讲吼，咱母娘常咧甲咱讲啊，三纲定位明，吼，咱就要开明啦。既然三纲要定位，就我要开明，一脚要复始，灵珠要归位。那咱常常爱安怎？常常爱超越时空呢？吼，咱的灵那愈来愈清，愈来愈清，我们就会超越时空。咦？你的有缘的，吼、哦，咱家说我幸福，哎，心，咱家讲心源性海，哎，去汹涌去回教着，哦，阿、啊、奶去回教着，阿奶讲啊，来搞幻境啦，还是讲来搞创啥，这拢有啦，好、哦，这都是会的吼、哦。所以咱今嘛来讲，因果拢有定律的咧，正业并后业嘛拢有。啊，所以咱讲，你历代串联这所谓吊带灵，咱两讲吊带灵的因果，要咱来下吊带灵的因果，下吊带灵的因果，每项也是同款，甲咱讲，唔免去山头岭尾下，吼、哦，慢慢莲花挂咧一世界烧了吼，咱呢爱针对，针对有办科技的，就种春秋两节有办科技的，这有领上天的技术，这有一个所在。会当予咱呢？会当予咱伫正业并后业，伫咱这所有的要解决这吊带，所有的这因缘因果，拢总是由啥？由咱太清的救苦天尊三清做主，母娘做主，这的所有的身份吼，咱个佛道会当呢配合伫这个道场，他们来甲咱做这工课，你做完会当提升哦，会啊。
哦啊、所以呢，咱来讲，贤而即生嘛，自度自己的九贤七祖；灵而即生，自度咱家己的完成这主；不贤灵殊，九贤生嘛，灵源归宗，道源归脉啊！啊，这就是你爱有迄个啥？咱今日咱家己知影要修啊，较好就要归位。咱家己六亲眷属祖源，你上面何有一个所在通去修行？所以咱就是呐。甲参加咱的秋季祭典啦吼，甲参加啊，咱有甲缀这个手印，咱讲咱的，咱是咱的祖先给咱的，诶，这个肉体吼，咱内底唔啊，敢有 DNA 印印尔，咱也够做啥色心肉体印印，你甲缀这个手印的表示啥，你甲做功德，以量子隧穿内底因缘智慧，伊绝对也接受了你这份孝道，接受了你这份报恩。吼、哦，啊，咱那那报恩，那报恩，咱有得做的机会愈大，那么咱回向的机会功德就愈多。哦，啊，咱家己的业对哪来哪少，哪来哪少。啊，所以咱听你讲，咱要处理吊带人的因果啦，吊带咱个人安怎安怎，个人安怎，一地一地，一世一世，咱正业并后业，遮拢要甲处理，嘛就爱呐，透过功德发挥。唔是讲哦，来山头领尾讲讲咧，啊门开开就甲画画去吼，伊就来甲你领收啊。咱每一个程序啦，咱要去出国，咱都爱帕斯摩多，要中国大陆都要搁一个台胞证咧，要到位啊拢爱去签证。咱的因缘嘛是同款啦，咱咧做无形法界也同款，重文书、重文案，过来就是讲重视啥。咱这个在做的这间庙、这间道场，是不是有领天办地做？伊的法旨是不是有明确？这是上重要的观点啦吼。来，咱这边来听一段舞蹈。
今晚咱所收听这段，是咱母娘所讲的圣文啦吼，母道母道。咱听母道呢，你咪感觉有那一股酸酸的那种感觉啦吼。所以咱讲音声响起脚轮转，鼓声召开灵珠归啦。灵机将来呢，有可能是爱代替啦吼。咱这所有的这灵吼，啊灵机呢，甲错，即系我都因灵归位，然后因灵归位。所以咱讲圣机天地合机德，人人拢有机会来做这个圣机啦吼。所以咱来知影。人讲，咱人先啊有这个音声，吼、哦，咱讲音声就咧指这个灵音啦吼，音声就指这个灵音，所以讲咱母娘咧唱这个吼、哦，这个圣，吼、哦，咱讲降落这个圣歌，吼、哦，这个灵音，吼、哦，伊是安怎讲这个灵音呢？伊会当互咱人感动，像咱讲咱啊咧带灵啦，你都爱唱互听，唱甲伊入到伊的脉，哎，唱了有感有觉。你感觉伊家己就会感动，了伊就家己受用，吼、哦。现在讲都要用这个音声，指这个灵音，啊，这音声甲灵音呢，吼、哦，吼会当安怎？会当互咱的这个灵，哦，当客啦，吼、哦，这个灵主听到这呢，伊家己就自然呢，吼、哦，这个气就消接，叫做咱定讲音频啦，吼、哦，音频。啊，你这個音频若未消接，吼、哦，咱呢？咱条咱人呢，身处在宇宙，属于伫咱即马即个宇宙的即个空间，人灵修持呢，咱要去了解书甲脉，啊，这是无唔对啊。但是问题是，咱讲人要精进，咱都还袂进甲一丝丝啦呢，咱就开始吼，一直要追根究底啦吼，一直要追追究即个源头，安尼呢吼，颠倒咱会去学会啦，你讲是不是？啊、慢慢一步一步就来了，慢慢啊，慢慢啊来啊呢。所以人讲吼，灵修是修持啊吼，一部分。吼、哦、啊，但是呢，人爱精进，灵才会对得精进呐。吼、哦、啊，人若无精进，干那一直要找源头，咱都去到阿未到遐，咱都修阿未到遐咧，咱就开始干那一直在找讲咱的书是上，咱的住是上啦，咱的缘是对啦吼、哦。啊，你安尼直直要甲约，拢要甲约济。但咱家己呢吼，都还没有一点点呢、啊，连一点点啊，迄个吼，咱讲灵开嘛啊未啊，一点点啊，这个灵窍嘛啊未，咱就干那伫一直要找找讲哦，咱的书缘伫对啊，大对伫对，你基本的都拢啊未有咧，咱都唔免想遐尼济啦，你讲是不是呢？咱讲三教圣贤呐，即嘛拢总是吼，以这个吼罗摩修缘吼，啊来讲，愿世人早求名师啦，参透心性。伊即嘛嘛伫甲咱讲，甲咱讲吼，即嘛是红尘火体，对治心欲，出治心难呐。若无这个慧力，咱无法度解脱。那欲被解脱呢，先求定慧。所以讲，天降无极中开呢，太极日月三代。我讲日月阴阳运转，人从阴阳胚胎，这是咱的哦。这个母娘的经经典，咱都定定有咧看吼，定定有咧看。啊，咧咧看的时阵，啊，咱都这母娘咧注这个金篇呐哈，注这个金篇，伊嘛是拢定定安尼甲咱讲，讲凡人之求新鲜作佛，讲新鲜的，伊嘛是望讲凡人入功成果，同款一个理啦吼，同款一个理。人咧是求生。人之求生，不知生在何处啦吼。吼，啊讲生之盲人呐，又知人心尚未啦。即马即句话就趣味啊啦吼。讲咱人讲要求生，但是都唔知生伫迄底咧。吼，咱一世界都要来找咧，拢要来求生，啊要来找源头呢，都找无。吼，讲人要求生，确实唔知生在何处。啊，咱讲新天顶的仙呢，要仰望咱的人呢，又搁知影讲人呢，即卖心当咧迷啦，吼、哦，故临世已非乱嘛，快断而失教，吼、哦，莫必自己吼、哦、多人开迷之风门嘛，
吼、哦、啊，所以讲，原咱人知影讲吼，即、这个连贯青山共太霄峰呢，吼、哦，需要悉心以待，教而学而可成啊。所以讲，万劫有清恩呐、啊，吼、哦，何愧呢吼、哦？所以咱讲，经历不幸，尽性地明，吼、哦，咱唔知我都心怀敞开，看破人情之宝。所以部分是吼，咱即马咧讲世上皆空也好啦，部分是炎凉也好啦，吼，咱即马咧讲的，吼，林丹说法现全身，扎织丹炉好度人嘛，风上天花来别宴，吼，来别宴啦吼，啊，烟吹春秋出未丁啦，寒中参透东间事，梦里推明过去因啦，吼，过去的因，大约本非金石莲啦。原精原气又原神啊，这嘛是吼、哦，咱的雷山老母呢吼，注金篇内底其中的一篇啦。无非是救世现身说法嘛。啊，既然是无非是救世，啊，讲身负林丹，无非是救世啊。哦，伊来现身说法，吼、哦，路尽波心嘛，叫咱人爱着丹炉以修己度人，唔通讲，哦，咱讲吼。来到这世人啊，就安尼过啊，吼、哦！啊，即马呢，先生甲咱接个姻缘，咱那个错过啊，啊，这世人错过，你嘛是感觉后世人爱过来，所以讲，母娘甲咱讲的吼、哦，大地如路，犹如命路啦，啊，就讲学者依天辟地嘛，处阳中之阴，阴中之阳，拢是咧甲咱教咱话。教咱静坐啦，吼，教咱安怎去取这个宇宙上悬的能量啦，吼，教咱要安怎来修学。啊，在修学当中呢，吼，啊，咱也够真济心性伫咱的身躯边呐，啊，你甲咱斗三工。所以吼，希望讲咱的道亲呐，啊，咱也是有需要服务啦，吼，啊，是讲要当来供的，请咱的经册啦，吼，啊，咱有某娘的经珠啦，吼，啊嘛也够吼，咱即马所印的。哦，咱这本容易懂啊，比较容易懂的。哦，咱讲灵学，哦，啊，加咱这个灵修来对面，都这个道脉与灵修可以看呐、啊，吼、哦，它比较清楚，比较容易懂呐、啊。来，咱今啊为广告者，加咱刷落进一个广告。昨天毕生讲呢，咱的香品香香环素茶广播。啊，咱有这个灵草香甲上板沉香吼，灵草香一斤350块，三斤1000块，买三分九斤，咱会送一斤啦吼。啊，咱今嘛有各家做一个上板沉，一斤500块的，啊，咱甲点看卖，好看讲这质量吼、哦、哪里不一样？好、哦，啊，咱讲上板沉已经很好，好、哦，啊，咱的灵草香已经差不多二十年的基础啦吼。哦大家点灵草香拢点惯势啊，内底无啥物烟，吼啊内底嘛无啥物污染，用24点钟的香款，咱的香款嘛是手工的香款，真吼、哦、真赞呐、啊，无啥物烟，嘛袂讲吼附着伫壁顶，啊咱有有个人啊用惯势啊，讲哦用这吼、哦、足好清的啦，啊这过年时啊吼布啊用淡啊甲擦擦的啊就好啊，啊伊个脚的香烟佫毋是乌的，伊是金黄色的，小寡金黄色金黄色。会使讲是真好啊！吼，啊，咱看起来感觉足舒服的，来对面咧乌烟瘴气，就很舒服。所以咱用香款、速茶、贡柏、小盘香、普灵灯，咱有4点钟的毛，24点钟的香款。啊，咱小盘香毛两种了吼，一种上板层，吼一盒350块的小盘香4点钟的，还有一种，吼咱一般，吼一般的小盘香呢，一盒250块。咱请五盒会送一盒，如果那头一届结缘呢，咱的五盒会送咱一个八叶金莲的莲花座。来，以上这是咱香品的广告。我没想到你甲恁讲金盖丽风娇牙膏啦、和丽美化妆品啦，其实你无用过，你了用过吼，都对你的暗赞。你有试过，有抹过，你买画好哇，真的是适合中方人的皮肤。吼、哦，尤其是吼、哦，咱较高过敏的皮肤，你个抹，袂安尼讲会红会痒都不会。吼、哦，尤其是个 TB 霜真的很棒 ，NG 霜洗脸也很棒。吼、哦，内底有两罐，吼、哦，一罐是用喷的。吼、哦，这也当予咱哦，有个人伊讲啊，较有过敏较会消炎。吼、哦，这种个即嘛会使用喷的这罐。
啊，过来就是咱麒麟藻哦所萃取的精华乳液啊，这几样就好。一组四罐哦，一组四罐，有洗有抹有保养，3900，足俗的啦。化妆品有够高级，也有够好，然后咱当用看卖，真正用好会到手不？啊，那真盖你蜂胶牙膏，会免讲，已经足侪人用了吼。好物件，没想再甲恁介绍。虫草王山高宝也是很多人吃啊，大家拢甲恁讲袂歹。这个物件值得对咱的五行然后去甲调整，好咱人呢吼，人讲包括吼，伫咱的五行当中吼。啊，咱拢无即个所谓其他的即个所长期爱食药暗散病啦吼，啊，咱讲加减啊保养，有食有惊去，有烧香就保庇啦吼。以上这是广告哦。来，这地吼，是咱赖师兄点播的吼，愿影求助啦吼。在无极妖帝的身旁来，离咱母子情意重。如今龙儿凤儿倒下当土，至今已经6万多冬，何时才肯回心转意？来母娘的身边呢？来，咱今日的节目呢吼，咱讲长无介长啦吼，啊，所以讲吼，咱听一地啊，连讲也爱听，咱才搁讲吼，听一地安尼。啊，咱这几天啊吼啊，有寄到咱慈天必胜宫的这个秋季花卉，甲咱这个母娘，甲咱。地官大地啊，甲咱地山老母接收，这信息拢收到吼。啊，咱老收到来，咱做这个，吼、哦，咱讲啊，春季咱有做过啊，啊，咱讲咱都有个人做秋季的，啊，秋季有甲恁通知啊，咱就直接用卡电话先报名吼，卡电话先报名啊，像咱吼，我嘛感谢吼，感谢咱。咱的这个玉专师姐，然后啊，过来就是咱这个苏师姐啦。伊讲啊，我今麦接到贴吧呢，哦，啊今麦吼，恁就先甲写下来就好啊。哦，我秋季花卉哦，固定拢在做吼、哦，我就甲登记记的吼、哦，啊，等下再来对蚯蚓，然后那真的非常感恩然后、哦。来，咱今麦来讲到这个一个小小的故事了哈，讲、哦、渡人渡心，有一个一支手的乞丐然后。来到一个吼、哦，咱讲一个这个院中呢，啊，看到这个方丈，甲这个方丈讲吼、哦，你来分我，吼、哦，我即马吼，干一只手呢，我无法度做工课呢，啊，所以讲我是艰苦人呢，你也来分我呢，这乞丐吼，该分啊，这个方丈就甲伊讲，会使啊，来啊，我遐有一堆砖啊呢，也无人搬呢吼。哦今日你也要爱我本领呢，足简单嘞，你会使把遐砖啊，对这边甲搬过来这边安尼。
啊，这个乞丐真生气了，讲来讲，我只是一只手呢，你叫我怎搬？哦，啊，你若唔愿，你若唔愿意搬我，你就卖搬我，你才着安尼创治我呢啦。啊，这方丈就甲讲啊，伊讲用一只手搬起来，一块一块安尼搬，一只手嘛是会做会到啊。啊，为了八道腰呢，这乞丐吼，只有是用一只手呢，啊，搬这个砖啊。啊那搬那搬那搬搬两点外钟呢，甲砖啊搬完。啊，这个方丈呢，才对哦，伊一个银两啦。这乞丐接过钱啊，真感激啦，该说多谢。这个方丈该讲啦，你讲你免甲说多谢，这是你的酬劳。伊讲这是你的酬劳，就只你搬砖的酬劳，我无分你哦。这你即马是用另外一只手去赚的哦，这是你的酬劳哦。这乞丐听到安尼讲呢，伊讲那我懂了啦。好，说完呢，深深的鞠躬就上路了。为什么他懂呢？原来一只手嘛，像趁钱啊，他一定爱讲分，对不？那一定爱讲分啊，所以讲安尼就已经安怎悟到啊，悟到安尼。所以吼，咱常咧讲，人是当一只手嘛有路用啊，唔是当一只手就无路用啦。伊个讲，这是你的酬劳，唔是我分你的。来，咱今日个节目就做到这吼，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